欢迎收看《华人健康快讯》，我是你的主持人 Martin 陈。在充满经济挑战的时候，很多人正迫切寻求一个不超出他们的有限预算，又能提供最佳医疗服务和福利的健保计划，适逢联邦医疗保险 Medicare 的年度登记期。所以今天我们来对联邦医疗保险优势计划做个特别报道。为什么联邦医疗保险优势计划这么受欢迎，吸引了2400多万联邦医疗保险投保人登记参加？因为优势计划涵盖了很多联邦医疗保险原本不包含的福利。这些福利可能包括处方药保险、眼科保险、牙科保险、免费接送复诊、免费健身会籍以及其他，好像居家支援服务、免费眼镜、免费助听器，甚至针灸和脊椎治疗服务。这些计划还可能提供零美元的常用药物邮购共付额，而牙科保险则可能包括剥牙和假牙。最重要的是，你可以找到一些零美元保费、零美元免赔额又没有共付额的计划，但请注意，你不会自动获得这些福利，所以你必须采取行动。计划会根据所在的州有所不同，虽然是很复杂，但是我们帮你找到一个解决方案。为了方便美国的华人同胞，这里有一个联邦医疗保险华语服务热线可以帮到你。持牌医疗保险代理会协助你寻找合资格的计划，并确保你获得应享的福利。如果你有这张红蓝卡，今天就致电联邦医疗保险华语热线，获得免费无条件的联邦医疗保险福利审查。我们的代理会告诉你，你还可以享有哪些额外福利。要不要打电话来登记参加一个福利更多并能降低目前费用的计划，就看你了。还等什么呢？现在立即行动，扩大你的承保范围，获取免费无条件的咨询，使你的联邦医疗保险更适合你。请致电1800370-2316 1800370-2316。福利这么好的计划，登记时间就剩下几个星期了。感谢收看今天在 Skyline LA 播出的健康快讯。